刚刚咸鱼爸已经一路下去了。那哦，上来了上来了，最难的上坡来了，直接放弃。这边最难的啊，这边我真的。上坡超难的，咸鱼爸，哎，还是滑前面那里。我整个核心没办法，一次就快挂了啊！玩这个真的很需要核心。有喘。突然间，我们看到一个产业道路，来试试看。来点哦，真的是产业道路哦。好像有跑步，还是没跑步的话，这边还有草皮，还可以 cover 一下。这个走路还会歪，对，这个会歪。这边我真的没来过了，啊，整个都是那个湿地的。稍微会溜一下，对。哦，你看这个路感。我们拍了一张给你。哦，对啊。对啊，这个是轻轻松松的。连刚那种路都可以过嘞，过这个就会觉得很有把握。轻松啊。对啊。而且我们速度还算蛮快的。上下起伏比较大一点。哎，那楼梯上的时候，稍微脚就会很酸啊。因为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不知道你看起来那个样子是不下去，所以你的这个身体啊，这样真的重。对啊，有个核心啊。对。但是没有试过这么复杂，我那边听你跟我讲说要稍微压一下。上来，我觉得是有点，就是因为你上来的时候对车子来讲是重力，然后车子刚好有过去的力量，一压下去刚好又给他一个重力，对啊，他就爬过去。但是你要能刚好能配合那个运力，下一步下来的话，对，真的要配合那个运力，对，配合那个配合起来的话就很重要。走完这滑这么远就没有，这个路还蛮远的嘞。我从你后面那看起来，我觉得飘的感觉。
这一段路真的很好玩的。对，应该来一个飞机体验才是说。我这边前面应该是有在钓鱼。对，等他们有些人觉得这应该没有人会来的地方。单纯石头路会滑一下。这条路很远呢，对，左边就是堤坝，它这边中间就是河道了。对，刚好你今天有来，不然我平常我也不会走这。小啦，既然来，我们来探险一下。城市探险，对啊。有住在住这么多年，我也从来不会来。啊，这搞不好就是往会往新月桥的方向了哦，新月桥下面湿地啊。对，我不知道会不会通到那，如果通到那，真的蛮远的。哦，如果可以通到那里的话，很赞哎！这是一条很好的路线。我觉得这条路线很安全。对，又没有别人跟你干扰啊。这个要一点自己的技巧。会摔的这边练技巧很好，对对对，因为下去就是那个草地了。对，损伤不会太严重。这个路真的很好，赞赞，超赞的。啊，就算真的车子故障，你要拖出，你要走出去也不会太远。像今天跟你来，我就很放心。跳车坏掉你帮我扛回去处理可以的可以的这条路真的超好玩真的像做这种活动齁、哦、自己要注意就是如果真的觉得不 OK 人就走开就真的真的好这里就从这里出来了到这不错还蛮大一段的黄江城一段对哦这好玩好玩你看这个这算是产业道路对哇，这段好嘞，是华江和一门，超赞的这一段。来拍。为十一城市探险。